说不会有人问，就说嗨，我们要迟到了。我们不要每次都讲这个开头，就真的迟到了。小杨还在逼自己中，虽然是小杨中，那你要帮我一起吗 ？Hello， 有人吗？我觉得很亮哎、欸。会，我喜欢刚亮。因为这样窗户会，对，因为现在会背光。Hello， 我好像还没开嗓，因为我今天一整天好像都没讲什么话。要多开嗓？好像要直播的时候才会开嗓。Hello 是什么？大家。有比较晚一点，因为我们今天比较忙。哎、欸，小英枕头掉了，这事情有需要在直播告诉大家吗？嗨，这样才有 life 的感觉啊！嗨，你们去日本好玩吗？好突然，有我们都礼拜二的四点半，几乎都这个时间直播。但因为今天。有经历一些会议啊，哦对啊，还有因为最近真的有一点忙，就是为了要带给大家很多的惊喜，所以我们真的是蛮忙的。而且二月又那么少天，哦对啊，然后我们三月又这么忙，哎、明天要放假哎，对啊，明天我以为今天礼拜五哎，然后明天放完假之后就三月了耶，对啊，超快的，对，没有29号、30号，没有三十，没有三十，没有29、30啊，有啊。没有29啦，就28。你是怎样？二月只有28。哦，我还想说是有人生日在。不是以前都有吗？是那个什么闰九，这四年才有一次哦。四年才有，有人是2月29号生日吗？要不要稍微介绍一下今天的主题？因为人已经蛮多的。今天的主题是小羊穿搭，小羊系。小羊系穿搭，小羊系穿搭，但是我不知道我现在这套有没有小羊系。因为那个小杂志每个礼拜天的时候啊，小羊都会就是分享他就是在礼拜一的新品里面，他选他喜欢的来写，是真的选他喜欢的，然后就是他会这样子穿，然后大家好像反应都蛮不错的，因为通常他好像有穿的款式都会卖得不错，对。二月加好多，四年一次啦。对，有人回应。所以今天的主题就是小羊系穿搭，但是因为小羊本人现在有一点忙碌，所以呢，有100分有200分这么忙。对，由 PG 先代打。我先代打。那你来介绍一下你身上的这一套好了。好。哦。介绍一下你身上的这一套。这套刚才，那个小鱼说也是隐藏版的。套装，因为它是这件是你自己的款呗，它是两件事一起买，对，它是两件事一起买，对啊，这是你的款，很隐藏版。然后因为它是做削肩的跟外套设计，然后是做同色系，然后我觉得绿色其实是蛮可爱的，就是因为它喜欢小杂志哎。Peggy 现在身上的，你谢谢什么？Peggy 现在身上的这套是 MIT 削肩背心泡泡袖开襟外套套装，就是说他身上的背心跟外套是两件一起卖的。我现在觉得我在上课，然后外面很吵的感觉。外面有点失控。对啊，还是我们把镜头转到外面去。好啦，我这样会一直分心。就是我觉得它这个套装蛮适合，就是现在的天气，可能今天还是有点冷，但是今天周五的时候其实是出太阳，就是你可以办公室你可以穿这件外套，然后你也可以直接单穿，就是变成削肩比较辣一点的款式。哎呦，哇，这种让大家看近一点好了。啊，就是这个削肩的话，其实它比较麻烦，是因为它要穿平口的内衣。哦，那边面会露，如果怕会露出来。这样是有点太辣，不要这样子。我是可以脱啦，只是我想说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里面这样搭法，因为当初设计这款的感觉就是希望，就是两件穿在一起的话是还可以露出一点肌肤，所以我外套没有做这么里面，若隐若现的感觉，就是这样好像太外套，喜欢外套，这件外套真的很可爱，我是故意做比较开外面的。它是做，而且它是泡泡袖，我觉得它，我很喜欢它的袖口。Ruby， 你这颗后面一点吗？好像有点贴到桌子。来，不然你转。哦，那不然你转来这边，让大家看一下全身好了。好，好，然后，对外套是做泡泡袖。你刚刚有给大家看全身了吗？
全身，我今天是搭配那个我们有特价那个，也没有特价，没有特价、啊、短裤裤裙啊。这个裤裙真的很好搭，你看这个是现在 Peggy 穿的是咖啡色，然后它搭绿色也是可以的。那如果你是卡其色的上衣也是可以的。其实我自己是蛮喜欢咖啡色的，但是是因为那天六福村想说来，他是穿橘红，对对，所以就选橘红。但是我自己个人是蛮喜欢咖啡色。有人问你现在里面这个背心会很短吗？如果不扎进去的话。对，它是做可以扎的，上衣是绿色哟。我脱掉给大家。浅浅哇，浅浅的绿色。PG 好辣，奶油绿。我先把它扎进去哈。等一下，它是奶油绿，很可爱耶，这个颜色，而且它不会显黑耶。它就是淡色绿。哦，我知道为什么感觉很干，因为这里面没有音乐。我们现在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是没有音乐的，就是你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可以单穿，然后如果你进到冷气房或是你觉得进到餐厅很冷的话，你可以再直接加外套，就是一个套装的概念。它还有粉红色跟黑色、灰色、灰色，总共四个颜色，是隐藏版的。嗯，就其他颜色我觉得就是基本款，就绿色跟绿色其实算是比较特别的颜色。然后它这是 MIT 的，就是台湾的品质。那你要不要顺便介绍一下裤裙？裤裙还要介绍吗？我想大家应该都有买了。现在佩奇身上的什么？他想要借你的手机放音乐。Peggy 手什么 ？Peggy 手上 ，Peggy 身上的这个裤裙是本周的第一名，但是你身上穿的卡其色，还有你去六福村穿的橘红都卖光 了，卡其也卖完了，对，只剩下黑色跟灰色。可是我觉得黑色跟灰色也很好，也很好配啊。对啊，我自己是买黑色，黑灰是最好配的。我自己是买黑色。是啊。对啊。这个真的很，我觉得真的很方便，因为我觉得直接穿进去。有人问会不会很贴腋下？这个问题好好专业、哦。贴什么？腋下？哪一个？上衣啊。贴一下，不会，刚好会遮住内衣，就是他刚说遮不太住，遮不太住，但是他这边这样遮住，我没有做特别低耶，因为我自己是有那个就是会有肉，所以我没有做很低，下降，只是就是一定要穿平口的内衣啦，会比较麻烦。嗯，那你要不要换牙牙？好，那我换下一套。雅雅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直播，今天特别邀请她，因为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到我们这礼拜有上小织女的黑裤哟。这个是小织女150限定，然后因为我是153，可是才看得到全身这样。然后这一款它在网页上面都有那个注明，然后有很多特点，然后有一个特点就是。翘臀，雅雅觉得这个黑裤穿起来很翘臀。对，然后这个黑裤我们好像也没有特别打，就是没有特别宣传，可是它卖得很不错，它是前五名哎，所以说大家真的很喜欢103，就 BK 系列103。因为应该是很多小比较小资的女孩，她们没有办法找到刚好裤长的，然后这个是。我153穿是刚好到脚踝，然后是不用折的，而且也是整个都是贴的。不用折好像很重要哎。对，不用折。对啊。因为我之前买101我就要折。对。雅雅是153公分，画一个153公分给大家参考。然后雅雅的上衣就是这礼拜的自T其中一款是 MIT 自在感标语蓬蓬袖大学T，我觉得这件很可爱。这个它上面有拼接，对。因为那时候做的时候是。是你的，对，是你，拍到我了，可以不要吗？可以不要拍到我吗？因为我想说，如果想要把它拉上面一点点，有点皱皱的，它这边旁边是可以自己调的。然后如果不想，Peggy 也来了。不碰接轨，那我穿怎样 ？BK 103是不是173穿会变一八分裤？我觉得173你就买101吧。对，因为173穿应该是太短了。对。而且它这边是比较合的，所以如果脚比较高一点的人，怕他们不好穿进去穿、嗯。对，这样。然后如果放下来，整个放下来就是这样。152穿会太长吗？应该就是还好，因为就是雅雅153啊。因为雅雅现在的裤脚不知道拍不拍到，往下一点，裤脚离那个脚踝还有一小段距离，所以152应该是可以的哦。因为我们
103就是专门设计给大概150左右的女生。茉莉上次好像有试穿，是可以。她穿好像刚好到脚踝多一点点。长裤，长裤。有人问说101的材质跟材质一样吗？每一款都会有点不一样。因为还有分刷毛跟没有刷毛，应该是 对。有人说，既然说雅雅是新小编嘛，你看你是不是太久没有出现？太久没有出现了。那有人问衣服里面的材质是有内刷毛的吗？没有，你站在他旁边就好了。没有，没有内刷毛，没有内刷毛。它有三个颜色，灰色配的是红色的字，然后浅卡其配的是深咖啡的字，然后还有紫色。薰衣草是配白色的，是配白色的紫、哦，这件真的蛮可爱的。对啊，因为我喜欢它下面很有层次感的。因为现在不是很多人都会搭个白 T 在里面、哦，这样好像感觉比较高，是不是？比例看起来感觉就比较有穿搭，有对有穿搭，有穿搭，就说哎、欸，我不是套上去就出门了，我是有我是 有搭配过的，对，我是有搭配过的。对啊，这个就不用想搭配，紫色好可爱、哦，紫色好可爱，脸好暗哦。好，对啊，那紫色很可爱。好，那要换小羊吗？我去换下一套。是我穿一个很紧的裤子。哎、欸，小羊是一穿，那小羊终于出现了。对啊，我们今天的主题。我每次好像，好像每次要来直播之前都要开会，一阵忙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然后我因为我这周其实穿了很多商品。然后我的穿搭就是，我有说就是我这次是想要以牛仔裤都可以穿着的款式，然后小杂志有写哦，去搭配休闲感觉或者说比较小女人感觉的。嗨，这边长了一颗痘痘，有看到吗？你有看到吗？我有看到，怎么那么明显？还是我们有遮瑕膏吗？我现在来遮一下。如果这个没有看到，有一点夸张。遮一下，然后。我今天我也穿了一件，就是这个也是这周上架的，对，侧开叉。其实这件蛮多人在问的，我 穿起来怎么样？我现在穿 S 号，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好像有点需要穿到 M 号，很紧哦。没有，我觉得 S 号应该就是看上去是 OK 的，可能你自己会觉得不舒服，或是坐着的时候会坐着的时候可能要把裤头跟拉链打开。可是有些人是喜欢穿很紧的话，他就可以买 S 号。会吗？可会喜欢想要穿紧的吗？来，我来。就是遮一下。现在在这里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是遮瑕膏，我也是哎、欸。我昨天哪一个？这是什么遮瑕膏？这是史上最遮，我昨天才去补过。我也想要一个。对，是什么牌子？我马上不能接受，可以接受吗？可丽欧的 Q Cover， 我昨天才去买的。这个的遮瑕膏不错，看到痘痘了，我要来遮一下。有人这样直播的时候遮痘痘吗？不知道、欸，我们会不会是史上第一个？我也不知道嘛，可是因为我一直看到他在那边，好像怪怪的。这边有一个，最近这边也长了。现在有三百多个人在，真的假的？三百多个人，三百多个人在看你，不好意思，遮瑕。我没有注意，我以为才刚开始。等一下、哦，紫色多少钱？遮了之后好像好一点。哎、欸，这遮瑕膏还不错用。刚刚的那个文字 T、啊、是590，刚的文字 T 是590。有卫生纸。哎，我擦在我手上就好了。等一下，用太多了，对，用太多了。好，然后继续讲，以牛仔裤都可以搭的为主题。对对对对。然后我现在穿，因为我穿这件啊，这件好像是这件是谁的？这件不是我的，这件不知道，不知道谁的。好，然后这边就是我觉得它比较特别是它这边其实有包覆起来，我穿起来，因为我平常应该穿。最近就有点胖，胖了2公斤，然后应该要穿 M 号的，然后我现在这个穿 S 也可以，然后它侧边是有开叉的，然后我搭了小白鞋，那我觉得它开叉的这个位置啊，好像刚好是可以显瘦的地方，对，好像看起来很长，可是我穿起来9分呢，等一下，小羊的上衣是这星期的吗？是啊，我穿起来就是在脚踝，然后我就搭一个小白鞋好像就可以了，对啊，很可爱。然后我身上穿的是我之前有穿那个橘色的条纹，橘粉色的，就是百搭落肩条纹上衣。我觉得它的橘色很特别，就是我们很可爱，对，有点甜橙木色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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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然后因为也有人讯息我说他很想要小一款，
然后我就想说，其实小姨这周出了很多的款式，哎，超级多，超级多的，只是她没有告诉大家而已。对对对对，其实小姨我来帮她穿，一半以上都是小姨的。对。嗯，想要衬衫开叉裤153穿会拖定吗？应该，我觉得可能会哦。会哦，可能要穿，因为我158差5公分可能会拖定。我158公分，对。想要衬衫，然后我是觉得说这个裤子好像搭衬衫也可以。对，因为这周好多各式各样不同的衬衫，有蝴蝶结的，有蓬蓬袖的。但我很喜欢这周的，就是雪纺感觉的。我自己平常穿休闲，但是我也很喜欢，就是很多荷叶啊，就是、嗯，荷叶感觉的。喵喵说我的照片都拍得好美，我照片都是有调滤镜，我有稍微调了一下滤镜，然后我也有改变一下我就是拍照的，就是拍照的那个。这礼拜小杂志是终于有一，就是跟之前终于有不一样可鱼一直跟我说可以换场景啊，可是我每天都在公司啊，我每天都在这边，所以。没有，我要想一下，我要想一下。嗯，衬衫超多细节，等一下千层条纹的我会不会穿？我想要介绍一下，讲一下那一款千层条纹。然后我就是这样子的穿搭，就是比较平常我上班会穿的，就是有时候很邋遢的时候就戴一个棒球帽就可以了。有时候放就是你就是看过去办公室都没有帽子，每个人都洗头的意思、啊。大家就是好像都没洗头，为什么每个人都戴帽子？头对，每个人都戴帽子。不是 Ruby 昨天戴帽子，我说你是不是没洗头？他说我有，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对，身高高的女生穿会不会不够长？其实我觉得我是因为胖，所以把它撑起来了。然后可是身高高，我觉得应该要买。就是 M 或 L 号的，因为这个应该是做给，就是通常我们的 S 号应该大概做给1560上下的女生嘛。S 啊，对 S 啊，对 S 号是这样 ，S 号，你这样穿很漂亮哎、欸。你到底要穿这个裙子多少套？没有，我就袖子已经卖完了。这个、很美、欸，袖导就叫我直接穿到底。袖导，他主要是上衣啦，然后很多配个耳环。现在 Peggy 穿的上衣是唯美双唇荷叶宫廷风衬衫。哎、欸，这真的叫宫廷风、啊。对，这个小杨在小杂志里面好像穿黄 色, 黃色的，对，然后现在很漂亮、欸，就是杏色嘛。现在 Peggy 穿的是杏色，因为我刚刚就问小姨说这个好宫廷风哦、喔，结果这名字叫宫廷风。我觉得这是小姨的小姨的吧，而且小姨她这次。他蛮用心，因为他后面也有荷叶，有时候荷叶到一半就没了。对，你要不要转过来给他？有时候荷叶，小姨这边好像后面没有，结果这些款式后面都有荷叶，让你从前面合到后面。就是、对，他没有在手软。对，真的，嗯，而且他有一点泡芙的感觉，泡芙的感觉，但是他的胸下这边是做有内里的。所以你的胸罩不会曝光，就感觉上面这样。说它这一段是有内里的，就是它这一段不会做光、啊，就是它中间那一段不会曝光。那是应该是因为双层荷叶啦，它没有内里，它没有内里，它只是因为是双层荷叶，所以刚好胸、刚好胸前的地方不会曝光，可是其他的地方又会有透肌的感觉。对，其他可能还。Peggy 头发绑起来还有气质，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今天头发的故事？好，大家好像很喜欢你穿的很有气质，气质，对啊。因为我昨天那个好鲜哦、喔，我的吹风机坏掉，但是我洗完头才想到，所以他的头发就爆炸了，就没有，后来我就没有吹头发到明天早上，就你知道你这样好像会偏头痛哎、欸，对啊，我这样其实不行哎、欸，但是早上的时候头发还是湿的，所以就很像狮子王的头，今天一定要记得去买吹风机、欸，对我的吹风机坏掉了，但是我忘了买，刚刚是不是 Gina 嘛，他是 Gina 嘛，对，他想要看这一件，是这件吗？嗯这个灯是很暗，我觉得蛮亮的。是吗？我觉得很暗。你自己发光好吗？仙女会自己发光啊。这样哎，因为她是现在不是现场啊，她没有办法告诉你。好吧，那还有怎样 ？Peggy 很像韩剧会出现的女生，就是很漂亮啊。你不要在那边，我每次传那个穿搭照给卢比，卢比就说好美。我就说美成这样，不是啊，穿一就说美成。Peggy 穿的都会卖光光啊，没有啦，对不对？压力很大哦。好，小换雅雅。换完了，好了，我正拿去换这裙子了。其实我才三套，好，七
请问这件会透肌吗？会啊。哇，不是刚刚那一件，会透肌肤的肌，但是不会透狗狗给的给。好无聊、哦。然后雅雅现在这件她要来示范怎么绑，因为这件有点复杂，有点两穿，所以我想说先用罩衫的方式穿。没有，而且你要打开示范的话，你里面也不能不穿的。对，所以我一定要穿。那你先介绍里面好了。上衣就是本周的第二名，它黄色是不是没有？黄色有一些尺寸没有了。就是现在雅雅身上的是舒适小高领坑纹针织背心，然后有1、2、3、4、5、6个颜色。这件是小羊大腿，他说很显瘦，虽然是坑条，但是很显瘦，就是穿起来这样。教学开始了，需要拉近吗？嗯，好像可以单你帮他录一个影片，就是我看一下，我刚打太紧了。它有两条不一样，两条不一样长。然后这一边穿着的右边有一个洞，哦，它底下有一个洞，就是口袋有看到吗？有看到吗？这里口袋的上面有一个洞，嗯，这样，然后把。左边的这条线穿到右边，对，然后把两个往后交叉，往后交叉，然后再往前绑，再往前绑，对，就是，所以它其实是可以很紧的吧，就是不会掉，它不会掉、啊。那你要不要转身让大家看一下？它刚刚有诶。停在后面啊！他刚刚有绕到这边，绕到这边之后再往前打，直接打在前面，这样两圈会比较，就是会有腰身。对，而且比较不会就是，可是因为不会穿的人，应该是不是因为找不到这个洞啊？有人说是穿婴儿服的概念，不知道哦，对对，baby 的衣服和服更复杂一点，有点像这样。然后这边有一个，有两颗是假的。然后一个是真的可以扣的，就是如果所以最上面那个是真的，因为这件其实我原本是做不用穿里面这一件，就是单穿，所以我怕就是如果会曝光的话，所以我有多做这一件。哇，好贴心哦！如果你里面有穿一件，你就是其实可以不用扣，这样好用心哦。但是如果你自己只有穿这样的话，里面好像还是要穿安全裤，因为它是一片式的，就是如果风、坐下来的时候会，对，就是有可能会曝光。然后两边还有口袋，哇，还有口袋，我是真的很惊讶哎，为什么？这件有很多小细节，就是我最喜欢东西有口袋，我也是。然后如果你不想要当洋装的话，就是用罩衫，就是穿就像刚刚那样，就对，就是里面有穿。你用罩衫的话，你就是可能甚至就是要打一个结，不然它就是会脱底。怎么打？我只是这样绑起来而已。就是让它不会掉到地上而已，这样就是造型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谢谢雅雅的教学，你应该解了很多人的那个疑惑。因为其实我一开始拿到这件衣服，我也找这个洞找有点久，想说到底是什么对，到底在哪里？它就是在口袋的上面，但有一个小小的洞，可以穿过绳子的大小而已。觉得格纹控好像也可以来一件这种，因为这种好像就是比较特别的款式。对，就是两穿。有人说这没有直播，真的不知道怎么穿。对，我刚刚请 Ruby 就是额外再拍影片，到时候再上传给大家。对，到时候会再告诉你。如果有人问客服，就请客服贴给他好。而且大家很喜欢这个格纹的，它是不是比较特别？对，是因为是深蓝色的吗？另外一个是深蓝色，这个格纹好像也找很久了，就是每次找格纹。要找到好看的格纹很难。对，这样。那如果你自己不想要穿。就是你穿左的时候是这样，这边可以扣住肩膀这里。哦，这、就是一个袋子。雅雅真的很细心哎，设计款式的时候怎么那么细心？因为雅雅心比较细一点哈。有下一位要出场吗？有，还在拍照。有特别来宾，大家都说这礼拜的新品都很美。我换了一个，就是。我的这个宝宝就是，千层发饰，怎么他怎么了？没有，他脚在为什么变成？等一下，我来拿一下，等我一下哦。好，好了，好了，好，
就是平常就是休闲会穿的。然后最近就是我收到很多人跟我说很可爱，然后我那时候在想的时候也是想说，嗯，我很想要这个粉红色的毛，这个颜色是我最喜欢的颜色。然后本来想说真的要配千层酥的颜色，就是有点卡其色的，可是后来想说好像如果又配这个字好像会有点太乱，然后就想说那我就用简单一点，然后想要把它变成是有点嗯潮流哦比较流行比较流行感觉的毛毛的，对对对对对，这可以，我可以摸吗？嗯，那你摸上面这是蛮舒服的，这很舒服啊、嗯、想要把脸摸在上面会可以的，我怕大家会被我吓到，还是别的，就是真的很舒服。然后因为陈星说这件他有买很可爱，可是一直掉毛毛吗？你是不是这个边边一直掉？因为地方是不是？因为我自己看，因为那时候工厂有来跟我说，就是他这个他们会这样子，因为他用裁切，然后又拼接的方式，所以会掉毛。但是他们都会，这阿姨们都有帮我就是这样子拔毛，哎，所以这个应该是你们收到的大货，应该是不会有这种问题。那如果你真的有一直掉毛毛的话，还是可以跟客服说，就是看可不可以换一件新的商品。然后可以跟大家说提醒一下，就是因为它本身因为它纤维比较短的关系、嗯、比较容易掉毛一点点。嗯，怎么了吗？秀导觉得我刘海应该是太乱了，比较油一点。哦，比较油一点。还是给我一顶帽子。没有，就是洗这件衣服的时候。有人要听我说话吗？有人要听我说话吗？好，你说。他洗这件的时候建议是放到洗衣袋里面、哦、就是比较温柔一点的对待它，去减少那个毛掉下来的可能、嗯嗯、对，因为毛毛的商品肯定是会有这样子的问题，就是不管是毛外套应该是洗衣机会容易掉，所以就是尽量加洗衣袋，或者是反过来，对，反过来用泡浸泡的方式，如果没有真的到很脏，衣服很脏或者很臭的地方先不要洗，不然不要穿去吃火锅好了、哦、吃火锅一定要洗啊。对对啊，这件真的是蛮可爱的，我收我的毛毛不会掉那么多，就是如果说衣服上面他收到的时候就有脏脏的毛毛屑的话，那可能是就是没有处理好，对，那你可能可以跟客服说一下，对，毛不会掉光，对，因为其实我的毛不会掉光是没有的，换季再洗，这个哎呦不错，这个真的是很舒服的，然后这边的又是绣线的字，这个字的意思是发式千层对的发纹，发纹 对，它的原名，因为发式千层酥本来就是从法国来的，然后。因为它也是比较属于，就是你可以穿成，休闲感觉的。然后我觉得要穿成女生感觉好像有点难，可能配个雪纺百褶裙或什么，可能稍微可以。对。然后我就想到，如果这种休闲感觉搭我刚刚那个牛仔裤，好像可以，但很好看吧？很可爱。嗯。而且还是做短版的。对啊，就比这个刚刚好，像可以露出就是刚刚好最紧的地方。嗯。有个我的帽子好像没有卖，这件好像没有的，没有卖。对，这件很就是我很推荐。其实这周有太多我想推荐的，这周款真的很多、啊，这周的字T都很可爱。没有真的有三页，我刚刚以为只有两页，就真的有三页，三页两页半，真的。然后就是文字T每一款都是有它的想法在里面的，就是刚刚有介绍，刚刚有讲过吗？刚刚 sometimes I'm OK 那一件好像没有，没有讲哦。然、后那件也很可爱、啊，可能可以请大家去小杂志看。对对对，短版鼻翼都变很好，这一半好像都是短版的，没有偏短的、那个。我觉得短就是如果太短的话，我自己不敢穿。可是这个长度刚好，我觉得是正常还 OK 的，就是它会超过这个口袋，这边这个口袋。对，然后你平常就是这样出门也可以，或者说就是这种感觉，比较休闲那样子。一直被卧蚕吸引，可是好像又快没了。有人问你的帽子在哪里买的？帽子是之前搭配的，我们有出过一个类似的浅色的，应该。这个帽棒球帽之后都还会有很多。我们想看长洋装，马上马上来哦，马上就出来了。就是这件吗？应该是吧。好啊，不然你这件也可以。这件。我觉得好像有一点复古的感觉，而且现在 Peggy 身上穿的是 girly 加两件式格纹洋装，我觉得你很适合这种格纹。对，
对啊，但我觉得这件好像也很适合你。它的单价有一点点高，可是我觉得它看就是你穿这件，我会觉得很像韩货，或者是就是很韩。它真的是还算厚吗？我可以摸一下，蛮有质感的。而且我觉得它是有重量的耶，大家这样子看得出来吗？你看它是有，哎呦哎呦，为什么我又入镜？它是有重量的，明明就还好。对啊，你都有化妆，而且你这个也是正宗卖的、啊。而且我跟你讲，刚很多人问黑色的常用，我直都不敢念出来了。好啦，那回归这个，就是它是拼假两件的设计，然后它这边是做，我觉得它拼得很逼真哎、欸，对的，它是真的是可以翻的感觉。因为它又有这个，就更逼真。对，很逼真，它一点都不像一件的感觉。对啊，但是它其实是松紧的腰围，然后有附一个绑带，所以你不怕就是腰围这样子露出来很奇怪，你就用绑带把它遮住就好。然后你绑带其实可以绑侧边，或是绑正中间都可以。没有人替换。有人说佩妮穿什么都好看，没有。而且我觉得它的格纹也是很好看的那种，不是那种很容易撞的。它也是有很多种颜色在里面，格纹诶，它还有个口袋，然后这个排扣是假的，所以不能开，就是不能开，不用怕走光，对，你就不用怕走光。然后我是158公分，长度大概就是到我目前像这个位置，配搭那个平底鞋，牛津鞋。然后其实我觉得好像还可以在家里备。有人说有重量的裙子穿起来超显瘦，你怎么知道？你不要这样了好吗？觉得说的很好啊。哦，它有口袋。对啊，它有口袋，很棒，贴心哈。我觉得裙子有口袋很贴心哎。我觉得这好像很适合去出去玩的时候。去玩，去成品之类。好啊，你们知道吗？差不多了，差不多了。我是想说，就是我这件也可以再搭一个外套。哦，这件外套很可爱，很多人问这个。我想说，我这个就是，如果你天气冷的时候，你也可以就是穿这样子。大灰色的很可爱。对啊，我想说好像蛮百搭的，因为我觉得灰色配牛仔裤的颜色是很好看。嗯、然后刚好这件上衣又是比较米色的感觉、嗯，然后它是有泡泡袖。我觉得这外套我很喜欢它的织纹，嗯，就是它的版型，看它的这个袖子，袖子对，它是这样是。我觉得这件是保暖效果的，是可以有保暖的感觉，然后是哦，它很厚哎、欸嗯，对，它是偏厚的，对啊、而且它的泡泡袖很可爱，对，超可爱的。这件是春分气息双口袋蓬蓬袖针织外套，嗯，我之前看 Molly 穿米色也是很蛮可爱的，我之前有穿米色，我觉得它的颜色是蛮百搭的，因为飘飘有叫我帮他买一件红，就是红色的，他、哦、是想要穿那种就是比较。大件一点，然后这样子的感觉。它还有个藕粉，我觉得我喜欢藕粉。哦，对，藕粉在那边，在椅子上。对，椅子上。确定？那你如果不喜欢衣服穿好的话，你这样也蛮好看的。外套还有很多颜色。外套有灰色、米色、红色，嗯，深蓝色跟藕粉，六个颜色，六个颜色。而且它这个就是因为它可能是这边螺纹设计很大，所以它这边。泡泡的，就是会特别多，这应该是雅雅的宝宝吧？对，雅雅的宝宝，然后雅雅喜欢口袋，这边也做了口袋，因为雅雅喜欢灰色，对，很少针织外套会做口袋，对，对，很可爱，会一直想摸前面，对啊，这真的很舒服，下一位，那我还要吗？因为有人问说腰带可以解开看看吗？是可以解开看看，但是他穿的时候好像一定要绑吧？不是也可以啦，它是分开的，我以为是连在上面的。然后因为他没有做裤了，所以你不用觉得就是一定要绑腰带啦。就是、那我觉得好像可以、啊，它是有松紧带，你就直接往上拉，然后往下把它盖住，就看不到腰身。但是我是觉得加绑带好像就是你整体会比较有个焦点啦。对 ，Peggy 的穿搭教室。这没有什么穿搭可以，就是一件就是穿搭，因为它都穿搭都帮你搭好了。对啊，想看藕粉色，你要不要帮大家拿一下？你现在好像也可以穿直接穿。藕粉，你在这灯光下看怎么样？不太一样。好，藕粉也很可爱，而且跟灰色也很搭。我买这件灰色配粉色很可爱，因为我之前就买过可疑的，我买是粉紫色。我要看一下单啊。哦 ，Ruby， 好啦，因为我觉得还蛮特别，真的是针织外套，它折起来也很可爱。对，我刚故意折，因为好像有点太长。
红粉色。好，我去换下一个。欢迎雅雅入场，可以，你们两个一起入场。我今天是一个游乐园穿搭，就是我那一天是跟跟可瑜去六分分的时候穿一样，然后你那跟可瑜穿一样，六分分是讲啥？是我现在的穿着跟他那一天去六分分穿一样，就是很套上去就可以穿。对，那天可瑜穿的是绿色的。对，但是其实他穿那个去游乐园好像有点不是很方便。可是我觉得他的侧，可是因为他，我帮他拍照的时候，侧面他看起来超高，不是我看起来很长，对，就是你知道他侧面那个线，然后就会看起来很长，就会拉，你就进来吧。现在是好的状态吗？是好的。我们两个现在是穿一样的，我是穿黑色，而且他的那个绑带是做白色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全部都是配白色，对，全部都是配白色，因为他是跟这个配啊。黑色好像蛮可爱的，我觉得黑色很好，很百搭，也很可爱。雅雅喜欢穿灰色，我喜欢穿黑色。我没有全部都喜欢穿灰色，我觉得做衣服会想要做灰色而已。对啊，这很可爱，它这个侧面会看起来很长，而且它还有开叉。对，然后开叉它没有口袋哦，没有口袋是因为我还要解释，我那个时候也想要做口袋，可是因为怕就是会用到这个线。会太里面，懂吗？你们有发现可月包包都会侧边都有线？不是那一天我就我们要去游乐园的前一天，我就说我要穿绿色的这一件，然后 Peggy 就看了一眼，他就说这个是你的，我说你怎么知道？他说看这个侧边有两条，一定就知道是你的。我们好像坐久了之后都知道哪一款大概是谁的，有看感觉得出来，这样，好看。觉得这件好像可以买，我是156，然后雅雅是153，而且其实我觉得它穿起来蛮显瘦。对啊，平常的时候也可以穿，就不知道穿什么时候就可以穿这种。黑色很显瘦，我喜欢黑色跟绿色，绿色我游乐园也穿过。对，口袋可以放在肚子上啊，有曾经给你一个。可是因为口袋放在肚子上，整件就会变得更休闲。哦，你不想要像这么因为我就是想要，就是可以穿着这个去家里旁边倒垃圾，但是也可以去游乐园玩，你懂吗？我懂。你们不要再一直攻击我。然后我一五六穿起来是到小腿的一半，然后他走路的时候这个叉就会打开。对。山羊来了。对，而且好像可以姐妹一起穿，好像可以。就这样。而且我觉得你这个颜色都很可爱，都是基本色百搭的。那你要买什么？卡其的颜色。我要买黑色。好，想要灰色。讲完了。好，换小羊。好，我这是最后吗？对，最后。最后。对。这个。对。小羊换了一套。嗯。最后一套。就是，因为我在我的那个直播有说这个。就是不会显胖的，就是坑条的坑条针织，对。然后我因为黄色好像已经卖完了，就是黄色剩下卖完了，好像剩下 M 还是 L 哦，真的还有哦，少量少量，嗯。然后我就想说，我这个牛仔，因为牛仔只要搭任何颜色都可以配的。你之前是搭黄色，对，我之前是搭灰色。嗯，我想说搭灰色，因为我想说我要配红色的那个。就是针织外套，你这样好像有一点点像马里奥。马里奥，你说那个搭配的颜色吗？红色配。刚刚有人问说外套他选色障碍了。外套有推荐，还有六个颜色，红色、藕粉、藕粉被佩奇偷出去。我喜欢藕粉色，我也想套套看藕粉色。嗯，红色很美，因为它的红色不是那种，它不是亮红，它是有点暗暗偏暗的红色，但是很漂亮的。红色，对，我等一下再想，因为如果我里面穿灰色的话，我应该搭所有的颜色都可以，对，穿灰色或白色应该都可以。然后我身上这件牛仔裙，它也是有做口袋的设计，这边也是有口袋，后面有开叉，有，后面有一点开叉，然后下摆是抽须。就这样子很简单，现在这个天气这样就蛮好看的。它这个腰线坐在这里好像会显高，高腰的，就是，然后这边又有打折。嗯，喜欢有点复古的，就是比例复古的版型。然后复古的版型的话，这边是如果你做高一点的话，你感觉腿部线条会比较长一点。然后我不会没有做到特别合，只是我穿起来稍微有点合。而且口袋它坐在这边，感觉视觉上会往内，就是看起来比较瘦，是很显瘦。对，因为线条在这边的关系，它这个版型。就是有点从腰胸这边是合的，然后但是从腰下这边是舒服的感觉，舒服休闲款，
这样坐下的时候会比较舒服，应该会蛮舒服。有问拉链在后面吗？对，拉链在后面，就是可以拉链在这里，在肩膀下面那边，它有两颗扣子，所以可以。你如果说你比较高，你可以把那个扣子再往上，因为我做。有人想看你穿藕粉，好啊，那我先跳藕粉色。礼物是哪一个？你要不要先跟我说？什么礼物？今天这个直播，对。我想说很多人在问这个，你是我的宝宝。Ruby 说很多人在问这个可爱设计感条纹绑带衬衫，很可爱。这边有人穿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没有。就是、我来讲一下今天直播的礼物哦。嗯，两是什么颜色？自选，自选，自选。它有蓝绿跟粉粉色，对，有三个颜色。嗯，然后这个很可爱啊，这是这是直播的礼物。然后它是做这边也有荷叶，这周就是满满的荷叶，对，满满的，就是大荷叶跟小荷叶，条纹荷叶跟雪纺荷叶，夸不夸张的？然后就是它这边是一圈满满的荷叶，就是我那时候想说做比较稍微可以再有一点点变化的，哦，比较不一样的这条纹，就是虽然衣柜里已经有很多条纹衬衫，但是还是要有不一样，对，每一件有不一样的地方。它除了这边就是有荷叶之外，它的袖口也是可爱的。这边就是你可以打一个结，但是如果你不是那么女孩的，你平常是穿就是有点中性的话，你不要打蝴蝶结，你可以这样，啊、可以放，可是不行，因为这边有荷叶。我、这是什么？没有，他如果又想要一点点甜美，但是又想要一点点个性，就可以。不然你就是可以这样放下来，就是有点流行的这种垂坠的那种，或者你不要绑结。是不是跟之前那个 Amami 大学 T 一样、就是边边有两条在后面，最近很有这种感，这种设计感就是线条的，你这样子也可以，你不一定要绑结，你把它拉到另外一边，因为我这边是有做固定的，对，然后可以翻到另外一边。荷叶今年流行，然后跟这种叫做什么飘带，对，飘带的感觉是今年流行的，这件很可爱。再跟大家说一次，得到抽奖资格的方法，就是只要留言，只要留言加要分享吗？也可以。到底是怎么样？犯人有点那个。没有，我们要问新出笔。现在很多人想要得到啊，就是只要留言就可以，只要留言就可以抽，有这么好的事情，只要抽这一件呢、欸？只要留言。Ruby 抽吗？不是，没有客服抽，客服随机抽。那对我们客服好一点，可以自己选颜色哦。然后它，因为它很可爱，是它能遮到，直接遮到最胖的地方。它做有点长白，对，有点前短后长。然后它这边是有点圆弧样子的，这边有看到吗？圆弧。其实我小杂志里面都有穿出来这个感觉，它特别还有开叉的感觉，好像有点瘦的样子。小羊推荐哪一色？这都是我喜欢的颜色，有点难，就是它的颜色都淡淡的，我觉得很可爱。然后你如果说你平常穿搭会比较没有那么。多比较简单的话，我觉得你可以买蓝色是最保险、最基本的。对，然后绿色是我觉得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对、啊，今年好像都很喜欢绿色。对，然后粉色就是甜美的女孩就可以买的。嗯，对，绿色好像比较清新一点。我穿上藕粉色的外套了，就是刚刚我穿红的时候好像有点，你们说是玛丽兄弟，我没有，是谁说的？可云说的。然后我套上这个的时候，比较好像比较温柔，对，比较温柔的感觉。棒球帽的，对，比较温柔，好像还好像颜色要换掉，对，棒球帽颜色可能换粉色，淡一点点的颜色。然后这个藕粉，它是有点带有点灰紫的吧？嗯，对，灰色有灰色的元素，雾雾的颜色，嗯。很可爱，灰紫色的，这个，然后也是有口袋，就是你要，因为我们就是今年好像大家都蛮喜欢做口袋的设计，就是像我这牛仔裙，我也做了口袋，口袋很棒，刚刚那很多都很多东西，很多东西需要，很多都想要，对，然后这件是不是有做活动啊？这件。有，这有吧？限时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，这个、没有，没有。然后那个没有人穿嘞、欸，我现在突然想到，是那个大学 T， 大学 T 那件，真的吗？口号上那大学 T。嗯，明天有新品，哎，明天放假啦！对，明天放假。Hello， 晨昕，明天是228放假，吓我一跳，我刚吓，我有刚才想说是什么？我居然不知道，我真的好紧张，吓了一跳。没有，明天没有上新品。外套不是薄的，是比较偏厚。外套是现在我觉得穿刚刚好的，因为我觉得最近天气有时候忽冷忽热，对，一定要有一件外套。你是不是没有带
我要在我椅子上。最可爱的，这个是最重要的事情，忘记跟大家讲，限时特价48小时，我来看看，到明天早上10点，而且它原价是890，现在特价590，一次少了300块。就是我们穿去游乐园 ，Ruby 跟雅雅穿去，很可爱哦。它是它有分量感，对，很可爱，蛮重的，里面有刷毛，我觉得它的粉色很可爱。我觉得我们很贴心，我说我们贴心是说我们帽子都做两层，对，就是两层才会有蓬蓬的感觉。对，这样是帽子。诚心说不好意思吓到我们，我们刚刚真的吓到我们对看我们对看想说啊怎么办是什么？我没有，就是想说档期表没有，想说明天放假东西都还没有做，怎么会这样子？粉红色也很可爱，对，你有穿非常喜欢，对。因为我原本不敢穿，然后就我穿上觉得哦，你很适合这种亮色系，就很可爱，这件很可爱。而且它很显白，对不对？对，它很显白，这三色很显气色。我觉得三色都是今年流行色，还有黄色。黄色也，有刷毛吗？它有刷毛。它有刷毛哦，是有刷毛的。而且刷毛我觉得还算蛮厚的哎。它整件590，我觉得是比冬天的还要比还要。因为他是做特价，可是直到明天早上10点，直到明天早上10点。可是我怕大家明天放假就会睡超过10点，怎么办？所以还得设个闹钟。我觉得今天可以应该要先买，对，今天要先买。这个颜色我有点选不太出来，因为我自己有穿灰色，灰色我觉得灰色是很非常百搭的。蓝色我有穿，它有红色的，红色而且今年很流行，只是我没有，我没有买。今年很流行这种很亮的颜色，我觉得它的黄色，我想要套一下这个紫色。它的黄色雅雅穿去六福村的那个黄色。它是很像维他命 C 的黄，但是不是那种，不是会很像小小兵的黄，是显脸黄的，是显对显白的黄，显气色，对，有点淡黄色。然后这件是显气色，这件真的是你原本不敢驾驭，对，我原本不敢穿，结果穿上去超爱上，拍照很好看，对，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套，你要不要套一下？我先介绍完这个，刚刚秀导为我搭配的第二套，秀弟，对，他说穿给大家看，然后顺便曝光我们这个牛仔裤是会穿课本的新品。下次的新品好，下次、这个、会忘记是几月。对，然后牛仔外套就是我穿去六福村里，超多人问这样是不是变成我们在帮六福村业配？对啊，还是你们改讲游乐园？游乐园，我穿去游乐园。我觉得我们去的话，他们应该会很多人想说啊，对我们台湾还有这种地方，会不会有人？我们现在顺便告诉大家，那个六福村现在台北市民去只要520，520元的门票吗？对，那去动物园还要钱？动物园就不知道，而且他现在也有啊。然后我听说好像是龙潭人去只要200块，哦，是啊，对，龙潭人去还有一个 dress code 的，哦，对，穿紫色、黄色、红色，就红，你就可以来我们这里买。还是我们其实跟他们有合作，可以谈一下合作。而且我发现那边蛮好拍穿搭的，对，很多场景，那边美国，对啊，美国大西部，我那天就是打折租借场地来拍。好像有人租借婚纱拍婚纱吗？跟长颈鹿拍婚纱哎、欸，真的、哇，跟长颈鹿很丑，拍起来好像很好看，因为有森林嘛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我这样会暴露太多。好啦，就这件牛仔裤它有那个小巧思，就是它在后面有刺。至于刺什么，要不要大家之后再来看？先遮起来，很可爱的刺绣，对，小圆后。有人说是六福村代言人，我就穿那高领很多，因为我刚没有把它换起来。我没有穿蓝色，你直接套。蓝色好像比较没有。今天的颜色都很美，对，为什么突然没有音乐？里面加高领好像很好看耶，加条纹好像，对啊，灰色好像蛮百搭的，这好像也可以。对，你可以这样子，你也可以戴起来，卷起来，就是在办公室很冷。但它比较特别的地方好像是它没有抽绳。哦，对啊，我的是有抽绳，设计的，他的没有抽绳，他就是可能因为抽绳的款式好像有点太多，他可能想说不要都一样吧，对不对？有的鞋子吗？就是小白鞋，好像有，好像是之后，好像有，我好像怎么下半身失踪了。不会，还在，把它拉下来，这样有很辣的感觉，这样有很欧美，你这样很欧美啊。你感觉要去打高尔夫球？哦，只要里面加两个短框就可以了。对啊，这样好像很好看。只是鞋子会很怪。不会，刚好配到。对啊，好像可以有蓝色的。哇，这样，这蓝色蛮好看的，很有精神。
而且蓝色蛮美式的。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我穿蓝色我就觉得辣的感觉。对，辣是辣的，就是、而且还是你配西上学、啊、的那种辣。对对对，我那天就有点西上学，我有点搭错辣搭错风格了。对，就是我觉得是蛮可爱的，加上那个粉跟黄，就是好朋友我觉得可以一起穿，就是不同颜色的。嗯，然后因为之前我们的就是冬天我们是出比较大地色，然后暖，对对对，比较暖和的颜色，然后我们到了就是夏天，快到哎不是夏天，还没夏天啊，春天、就是、春天我们就想说过完年要给大家很有精神的感觉，对，所以就出了饱和饱和色系的，对对对，所以红色红色紫色我拍着红色看不懂吗，蓝色红灰色我觉得都很显白，对，都很显白，这个颜色是我们那时候，这是我们自己挑的颜色，自己开，这件是跟上次那个紫色的是一样的，对对对对，我们自己开的布料，所以颜色都是我们自己选的，我们就是会有很多种纸，然后我们就是挑说，而且这个纸大家都很喜欢，对，雅雅就会说这个好像不是我要的纸，然后这个可以再加亮一点点，这么严格，亮度再加多少，好严格，对，几再亮度再加5%或者10%这样子，然后跟就是每个颜色都有特别去。就是真的是有想过的，难怪我觉得有想过，难怪我觉得这款的颜色好像之前没有看过，没有没看过，对啊，就是很特别，对对对，流行色、嗯，对。好，那就是特价，这款只特价到明天早上10点，对，明天早上10点。如果怕睡过头的话，就是今天晚上买，现在就买，现在就买，现在因为大家明天因为哎买一件就省300。那买五件不就省1500？我想是这样算的吗？不会太流行。它这个，而且它是很有分量的那种。是，我觉得我们有点那个，让客人有点难以抉择，因为每次颜色出了，因为连我自己有时候都很想买，然后就想说一件如果590，我要买五件的话，其实也是蛮贵的，蛮贵的。没有啊，其实就是看着大家自己的能力去衡量一下，就是如果有姐妹我觉得是最好的，也不用硬要包色，就今天我穿它，就是亲姐妹的话，亲姐妹就可以这样子，对，而且因为这样比较好凑免运，对对对，嗯，然后那礼物之后会抽，对，就是直播结束，就是那个学长的衬衫，现在留言的这些大家都有机会，对 对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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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那跟大家说拜拜咯，那你们进来下是下礼拜一见吗？对，我说新品，明天放假，大家明天不要上班，明天没有上，应该没有人明天要，也会啦，也会服务业会上班，对，可是我们是休息的，上班族，就是我们的物流跟客服有休息吗？好像应该是排休，他们应该是休的，对啊，应该没有休息，他们用排班，所以你们还一样可以购物，购物你们一样就是早上12点下单，下午就可以收到，对，嗯，那拜拜，哦。